祖上就是这样的。叶白说道，我不是告诉你吗，我们四个村子都是叶伐山后人或传人，当时唯一留下的祖训就是街道的布局不能变，房子旧了可以拆，但一定要在原址重建，尺寸大小都不能动。因为街道是四个村子共有，互相监督，所以一直保留这个传统。叶少阳缓缓点头说道，我上次注意到这个阵法还不知道作用，现在总算知道了，这一切都是先祖计算好的。石书被拿走，神像释放罡气，覆盖龟背棋盘阵，萦绕不去，生生不息。叹了口气感慨道，先祖啊就是厉害，千年之前留下的阵法到了今天还能用。叶白皱眉说道，这阵法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应该是个避难所，罡气笼罩的地方，鬼妖不侵。叶少阳沉吟起来，突然想到，先祖布置这个阵法是为了应急之用，还有什么针对性？虽然想不出什么结果，但是有一种很不好的直觉在心头升起。叶少阳转头看着叶白说道，先祖留下这个阵法做避难所，不会空穴来风，最近万一有什么变化，你跟其他几个村长就把人往集上赶，至少能保证一时的安全。叶白问道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给我找来一些红标纸，越多越好。叶小萌一听说道，我家有一大块是我练习画符用的。一块不够，我至少要三块，鬼仙村里那么多游魂力鬼团，我只有一个人去了干不过，得多带点兵过去。叶小萌不解地问道，黄表纸跟兵有什么关系？叶商笑道，当然是道法所致，草木皆兵，何况是黄表纸。回到村口，叶商与王清风和蒋建华告别，让他们各自回去调查，然后带着小马跟叶白父女二人回家。叶白打电话再给集上开丧葬行的老孙，让他送来两大捆黄表纸，叶少阳让叶白帮忙杀出一锅糯米汤端到堂屋来，自己用黄表纸剪出六张一模一样的纸人，边缘全涂上糯米汤，然后六张粘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六面小人。叶小萌一看就纳闷起来，少阳哥，你是要用纸符术吗？可是为什么要把六个纸人粘在一起，有什么讲究？这个叫做六丁六甲玉指术，每个纸人有六面，象征六丁六甲，上下为空，八门中去除乾坤，剩下六门，契合六门之药，就相当于纸人有了六条命。叶商一边剪纸一边说道，待会儿布阵的时候我再慢慢教你，先帮我剪纸吧。小马你也一起。叫了半天没人应，抬头一看，小马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靠，这就睡了，简直是一头猪啊。叶少阳无奈地摇摇头，在叶少阳剪纸人的时候，远在江西省道都市一条偏僻的山路上，一对十几岁年纪的少男少女漫步行走着，少男留着小平头，格子 T 恤，西装短裤，脚蹬凉鞋，一身夏装打扮，看着很萌。少女扎着羊角辫，身穿一件长到膝盖的连衣裙，后背有一副唐老鸭开怀大笑的图案。少女看看自己一身衣服，皱起眉头说道，哥哥，咱们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啊，怪别扭的，穿长衫素衣多好啊。少男白了他一眼说道，你知道什么，这个年代就流行这么穿，咱们要学会做人，首先得跟上时代。少女说道，赶时髦我没意见，关键是咱们这是时髦吗？我总觉得咱们穿的有点奇怪啊，用人类的话说有点不伦不类的。少男干咳了两声说道，
咱不是没钱吗？我扛了几天沙包，赚了点钱，也只能买这便宜货了。而且，我看着挺好的。盯着他背后的唐老鸭说道：“你看这水鸟，多可爱呀、啊。”并没有好吗？少女翻了个白眼，嘟着嘴说道：“穿衣服不说了，咱们为什么要走呢？慢死个人。”少年不以为意地说道：“我们现在就要习惯人类的行为习惯，而且我们是找恩人，这样徒步走过去才显得恭敬。别说那么多了，快走，快到了。”两人一直走到天色将黑，总算来到了道门南宗第一圣地龙虎山脚下。龙虎山上大小道观一共36个，大部分都是旅游圣地，只有后山独峰上的玉清宫为道门弟子清修之地，不对游人开放。与茅山的立派理念不同，龙虎山大开山门，广收弟子。虽然也有内外二门之分，但内门弟子总共有36人，常年不变，有一人出师才可收一名新人。玉清宫的边上有一座天师府，乃是当代掌教张无生的住处。傍晚时分，香客陆续下山，张无生完成了一场祈福仪式，赚了不少钱，从雨晴宫走回天师府，一边用苹果手机看着万万没想到，不时傻笑一阵，乐呵的要命。路上遇到很多弟子上前请安，头也不抬。刚到天师府门口，突然一个少年从后面飞奔而来，离老远就叫了起来：“二叔，出事了！”张无声回头看去，是自己的侄儿，也是内门传人之一的张师明，今年才17岁，天资聪颖，前途无量。张无声双眉一横，说道：“道门府邸禁止喧哗，有什么事儿大不了的，慢慢说。”张世明一口气跑到他面前，喘着粗气说道：“二叔，大事不好了，有两个家伙打进山门来了，有好几个师兄弟都被他们给撂倒了。”张无声一怔，心想这都什么年代了，难道还有踢馆的不成？忙问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“一男一女，两个妖怪，太厉害了，师兄们没人扛得住，二叔你快去看看吧。”“妖怪？”张无声大叫起来，声音比张世明还要大。“不会吧，妖怪敢闯道家山门，搞错没有？”张世明摆了摆手：“绝对没错，咱俩妖怪修为无边，见人就打，口口声说要见天师。二叔你就别问了，赶紧去看看吧。”张无声不敢怠慢，跟着张世明一路跑到山下去。刚过大殿，就看见天上黑云压顶，隐然有异动。张无声一看之下大惊失色，连脏话也骂了出来：“我操你妈的，这么强的妖气，不会是妖王来了吧？”